来，这现在第六关，刚刚一二三四五都没解开，我们看第六次由林建宏来执行。因为他只有五个，所以我们就找加起来是四的，就是可以想把它填满就填满。但是因为他是四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要控这里还是控这里。那因为他这里有空一个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定是控这里，这是确定的。然后因为这里已经被控掉了，那还有两个，所以就只填这里。然后再来就是。因为这里空着，所以说，因为这里是一，所以这些都不能填了。那我们再一个四就可以确定是这里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里，好，那因为这里是二，所以我们这里已经确定，那这里就是不能填了，确就是不能填了。好，这里是一，所以这里不能填了。然后这里是三，这里也不能填了。所以说，那我们这里的三个就已经确定是这里，那这里对。好，然后这三一是一开始就点出来嘛。好，那一个我们就出来了。好，鼓掌。